好吗？吃早餐了吗？还没有 ，OK。刚我们的我公司我老板有给你们一些那个蛋糕午餐，然后你们可以先顶一下。OK， 我先分给你们一下啊。对，我姐姐叫去新加坡嘛，她也是买给她家婆穿，对，买包子给她家婆穿，对，住在深港，对，住在深港。对，每次都会去那边，有时候啦，有时候会去那边找他的。一定漂亮，从旁边看着很漂亮。妈咪，不会的。还是拿在那边呢。我不方便，我就拿住，这样拿住就好了。危险。啊？然后离这里大概有。危险很近。到十分钟到了。可以快点坐上到了。可以能啊。外面有的拍。你要喝酒啊？来，啊，
公公。哇，上人公司的人，哎呦，好姐好阿哥好，非常好姐。哎，他这个东西我在前面，等一下再来找你们。对。咖啡味道。我们现在去试吃那个千层糕 ，OK 吗？
哎呦，那你也不要，你没有。
这边去。拍照的。哦，好热闹啊！热闹。热乎。那树叶更不错啦。那上电视机也太快。